Hello，大家平安吉祥，我是阿汤哥，汤总的老师。好，现在呢又来跟大家做直播喽。好，那大家呢先帮我听一下呢，现在的网络呢跟声音的状况呢是不是 OK 的哦？好，那今天阿汤哥呢中午在直播的时候呢，没有错哦，真的遇见了水逆，有水逆吗？哈，我也不清楚哦。但是呢，真的就是，哎呦，网络呢一直断来断去哦。我总共原本要把这个主题呢，在今天中午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但没有想到呢，网络呢给我连断2次，好不好？而且呢，都大概讲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就开始断线了。好，那真的也是非常的，好，我们都要接受呢一切的障碍。好，希望呢关关难过关关过。好，那有在线上朋友呢，先帮我呢，听一下。现在的声音网络呢状况不 OK，然后并且呢边听边分享哦。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农历的9月份呢12生肖的月运势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生肖属牛、属虎、属兔、属蛇、属马还有属猪的朋友。好，那如果呢你是这几个生肖的朋友呢，好，欢迎你留言给阿汤哥哦。那或是你在线上收看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一起留言来集气哦。好，要留什么言呢？集什么气呢？好，就是呢留言你的居住地跟你的国家哈，或者是还有你的生肖的属性呢，让阿汤哥知道一下。现在呢在线上直播间呢，有哪些生肖的朋友呢比较多在线上哦？那你也可以分享呢，给你的生肖属牛、属虎、属兔、属蛇、属马、属猪的朋友，好，让他们知道说，农历的9月份呢，我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哦。好，那其实呢，在每一次的这个生肖的月运程当中呢，阿汤哥呢都有跟大家就是提醒过哦，就是说呢，在农历的9月份呢，我们要如何从命理的时间点去推断哈，好，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如果以命理的角度呢，是根据这个24个节气呢，来去做一个交接跟转换的。那农历的9月份呢，对应到12地支当中呢，它就是戌月哈。那这个戌月呢，就是呢农历的9月份。那在2022年呢，从国历的10月9号一直到11月7号，它是整个哦。以命理学来讲的农历的9月份哦，那大家现在呢听到的这个直播，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都是提前呢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先来跟大家呢做抢先分享哦，因为呢越接近这个节气的交接呢，很多人会明显感觉到这个运势的可能转好，或是慢慢的转，没有那么好，哦，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节气的交接，你也不用太紧张。所以呢，借由每一个月的生肖运程呢，给自己一个提供参考，然后呢，互相提醒这样的一个运程的解析呢，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运筹帷幄，好不好？好，来，大家呢可以来边听边分享哦。那一样呢，今天呢在新的一个月份当中呢，今天的公开分享里哈，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因为每一次的这个生肖月运程的直播呢，我们的这个包档哈，包档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呢哈，就要感谢小刘姐哈，就是 AFMBR 的这一个琥珀品牌呢，它包下了我们今年整个档次的，好不好？每个生肖月运程的这个直播的节目哦。好，那感谢小刘姐。那当然，小刘姐呢，也在每一次呢，每个月呢，都会提供给我们公开分享礼哦。那今天的公开分享礼呢，没错哦，就是大家呢最喜欢的琥珀喽哈。今天呢，有4份好礼呢，要提供给大家公开分享。好，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相呢？如果你今天已经有中午有抢先看到的话呢，那晚上呢，现在才看到的朋友更是不能错过哈。好来，那就是呢，我们的这个有金珀哈，这一次的话呢是送一个红绳哦，所绑的这个金珀，你们看，这个是一个十字金刚杵，我不知道你们在画面上可不可以很明显看到哦，有没有？来，十字金刚杵哈，来，十字金刚杵呢就是除障除秽哦，然后呢也是一种定力的意思哦，它正面呢这个是十字金刚杵的补运牌哈，然后呢它的背面呢就是这个。
好，坛城有看到吗？好，坛城呢就是诸佛菩萨的家啦，哈，所以呢这一次的话呢会送出4条，好不好？有这个金破款的，还有衣破款的哈。好，然后这个呢看到一样，好，然后这2条，然后呢金破2条提供给大家公开分享哦。好，那这个真的是补运款哈。好，那讲到补运这件事情呢。农历的9月份呢，当然就是最适合呢，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运气呢，哈，来补上好的、吉祥的、除障的运气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农历的9月份呢，哈，其实这整个就是第三季的季节。那我们以前呢，都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观念哈，只要每一年呢，到了第三季呢，就是我们呢，要去补运。抢气在先的一个时间点，那要怎么抢气在先呢？因为我们现在2022年的第三季，那接下来呢就要转到2023年了，所以我们要先把2023年的好的能量呢，先把它给抢过来哈，有一种抢头香的概念哈。所以每天呢，很多的朋友呢哈，都来跟阿汤哥道早安，对不对哈？好，来这个道早安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抢头香哈。那当然呢，抢到头香呢，也代表呢，真的你可能很顺利哦。好，所以呢，我们要2022年的第三季呢，哈，我们要抢头香哈，抢气在先，所以呢，一定要在趁这个时候，农历9月份呢，农历的9月份是一个库的月份，财库的月份哦，所以呢，我们在财库的月份呢，来为自己呢补运，为自己祈福呢，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好，那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呢，我们要如何在农历的9月份呢，为自己呢哈开运祈福呢？原则上在农历的，例如说9月1号啊、初1、15啊或初26呢，没错，你可以呢去，例如说拜拜土地公，好，那土地公呢就是我们邻里之间最好的老朋友，好，最好的神明呢来掌管你家中大小事，或是你事业上。你财运上的一些可能障碍呢，都可以来祈求土地公哈。所以呢，在农历的9月份呢，也别忘了哦哈。当你觉得运气有点卡卡的时候，去问候呢，你居家这个管区的土地公，或者是你工作环境这个地区管辖的土地公呢，来去拜一拜啊哈，或者是沟通一下，求一下哈，你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运气啊。这是农历的9月份。那当然呢，9月份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怎么去帮自己呢？达到一个补的效果呢？当然就是点灯哈。点灯呢，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季，很多人都说，老师，那点灯是一定只有过年可以点吗？没有哦，点灯其实你一年四季，你想到哪一天你都可以去点哈。啊，你可以去例如说有正信的，正规的佛堂来去做这个供灯哈。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在阿汤哥的好运佛堂来点的话呢？但也是 OK 哈，因为好运佛堂呢，每个月都有请出家师傅呢来好运佛堂，就是我的门市呢，好来做这个祈福，来回向给供灯的朋友。那你所供的每一盏灯，年度供灯哦，你的年度供灯呢，都是100%呢，哈，就是供养我的上师，娑婆罗摩切呢，在台中上一次佛法学会的这个佛堂哦。那希望有缘的朋友一起也可以共享盛举哦，因为续点的人很多，所以这一次呢，有开放一些名额给想要供灯的朋友哦，年度点灯的朋友哦，所以你要补的朋友哦，旺的朋友，那你就不要错过哈，你就私讯小编就可以了，好吗？好，那第一个呢拜土地公，第二个呢可以点灯哦，在第三季的时候，那第三个呢，好，既然我们都知道呢。农历的9月份是财库月哈，那我们当然可以呢，你想补财库的，好，或是补健康运的，好，或者是补功名运的、事业运的、家庭运的、贵人运的、爱情运的，好，你想补什么，想求什么呢？好，9月份我们都可以抢气在先哦，好好的为自己呢来开运布局。好，那当然呢，如果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能量啊，例如说你也可以佩戴一些水晶。好，或是有机珠宝的琥珀，这些宝石呢，也都可以帮助你呢提升一些我们无形的气场跟能量。好，其实我们到了第三季呢，最怕你的气场往下沉。好，往下沉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怎么事情卡卡的哈？尤其呢，第三季没有处理好，可能呢就会让你新的一年的
年头甚至上半年呢，哦，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所以我们讲说抢气在先哦，没错，我们就是要提早布局这样的观念哦。好，那现在呢，大家可以边听边分享哦，因为今天呢，边听边分享就是要给大家大补帖哦，琥珀大补帖就是呢小刘姐提供的，来两条金珀补运款的，好不好？这个呢是十字金刚杵的，有没有很漂亮？五高碎了哈，我跟你讲，戴起来呢更美哈。然后它的背面呢是一个檀橙，然后它是一个活尾的哈。那这一个呢款式，如果你觉得你公开分享没有办法抽到，那之前呢有很多朋友也在问什么哦，心经的这个光明灯哦，以及今天的这一个琥珀的这个，好不好？这是阿汤哥跟 AFM Bra 呢原厂一起来设计的哈。那这个呢，就是十项自在的补运牌。那如果你想要得到的话呢，当你公开分享，或许有机会抽到。那如果你觉得你想要真的想结缘哦，那你就不要错过了哈。9月30号的晚上8点，也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晚上8点呢，有琥珀之夜，好吗？琥珀之夜呢，就是呢，这一次的琥珀之夜哦，小刘姐就说，老师，那有没有依照这个财库月啊哈，要给大家怎么补呢？哦，所以小刘姐呢，给大家呢很好很好的补帖，好不好？叫做开运大补帖哈，琥珀开运大补帖。所以呢，你想要补的财库的哦，健康的，然后补功名的哦，补桃花的，好啦，那你就不要错过哦。有一些很好很好的补运款，好，你包包包哈，在9月30号的晚上8点的琥珀之夜哦。好，这是小刘姐呢，赞助我们每个月的生肖运程直播哦，真的，它的活动很精彩。大家千万唔通错过，好吗？好，来持续公开分享哈，我们一定呢要大家一起来集气哈。那既然是财库月呢，除了留言你的居住地跟你的生肖属性之外呢，也别忘了我们一起来留言什么？留言财库旺旺，财库旺旺哈，一起来留言许愿集气哈。真的，我们都很需要财库哈，很希望财库可以旺起来哈。因为呢，当你的财库旺的时候呢，没有错，那我们存钱的能量哦，或是积蓄好运气的能量呢，就会大大的加分，好吗？大概财库旺旺啊，财库旺旺来。好，那另外呢，再讲解呢，2022年农历9月份的生肖运程哈，再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讲的就是生肖属牛、属虎、属兔、属蛇、属马跟属猪的朋友。那这6个生肖呢，哈，你在线上的朋友记得留言财库旺旺。那如果呢，你是朋友有这6个生肖朋友呢，也麻烦你分享给他。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喽。那财库月呢，就是农历的，不是，对不起，国历的哈，国历的10月9号呢，进入了这个寒露的节气，然后一直到11月7号呢，这一整个月就是正式的农历的9月份。好，那农历的9月份呢，我们先看一下呢生肖书。哎，生肖属什么？有没有觉得很紧张哈？啊，有没有生肖属牛的朋友在线上的？属牛的，好，来，属牛的朋友呢，在农历的9月份呢，哈，要注意什么呢？农历的9月份呢，对于属牛的朋友来讲哦，有一颗福星哦，还有天喜星来入座哦。那如果你常看阿汤哥的直播，就知道呢，只要逢到福星来入座呢，它都是一个福星高照的象征哦。那福星高照呢？不管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样困难的事情，哦，那基本上还是可以逢凶化吉，关关难过，哎，关关过哈。那另外呢，福星这颗星，如果你在接近农历的9月份，你说老师啊，你跟我说有福星啊，可是呢，我觉得我最近呢很累呢，哈，啊，事情很多呢，哈，那也没有讲的像你讲的很有福报，很有福气啊。没错，如果你觉得很累的话呢，哈，那你也要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好好的忏悔一下哈。当你遇到问题、遇到障碍，你多忏悔，或者是多去修正、处理这些问题呢，你就会发现说，真的哈，这个月所发生的障碍呢，都是小事情。因为处理完之后，哦，或你就会发现，哎，原来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然后呢，多多的忏悔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福星这颗星呢，它是一个很立竿见影的一颗星，就是说，如果你之前哎，没有那么广结善缘，然后可能你做事情偷懒，对不对？然后工作上啊，有一些因为偷懒而出现了纰漏的地方，
那在这个月呢，特别容易因缘具足哈，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天哪，我做的坏事居然被抓包了哈，我之前偷懒的事情呢，早知道我就积极一点把它处理好，那人生没有很多的早知道，所以呢，属牛的朋友呢，在这个福德星的月份，我们讲哈，天公是疼戆人的啦哈，所以呢，你把你自己的生活呢，单纯一点点，然后呢，更吃苦、更耐劳，然后呢，凡事都去默默的，用心的去做，那我相信呢，福德星这颗力量呢，一定会更加的旺盛哦。那也别忘了多广结善缘哦，例如说多行善啊，多布施啊，这个呢，都可以激发这个福德星的功力哦。当福德星的功力呢越强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好运的力度跟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强旺哦。好，这是生肖属狗的朋友。那属狗的朋友呢，因为在农历的九月份呢，又遇到一颗星叫卷舌星哦。卷舌星就是告诉属牛的朋友呢，真的要管好你的嘴巴。我们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哦。那其实呢，人的一张嘴呢，真的就是掌管你吉凶祸福呢最重要的关键哦。为什么？明明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你的嘴巴不好好管好，那它就会变成坏事情哦。所以你要记得，不要去给别人，在这个月份当中，不要去给一些是非多做一些评论，或者是说你也不要多给人家一些你自己自我主观的建议。哦，这种都很容易呢，卷入一些是非当中之外，你会变成公卿变世主，哦，你会不会觉得很烦哈？所以，福德这颗星呢，就是先把自己做好，行有余力再去帮助别人，但这个帮助绝对不会是多管闲事的帮助哈。当你多管闲事的话呢，真的。GG，好不好？就 over 了哈。好，那这个月当中呢，也要提醒属牛的朋友呢，因为有一些阴煞的问题哈，所以你如果出入一些磁场比较混杂的场所，例如说进出入医院，或者是晚出，去什么夜游，那有一些比较就是自以为很大胆的跑去什么鬼屋，这一类的。拜托请你不要闹了。好，例如说晚上的时候呢，尤其夜晚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去这些会让你磁场干受干扰的一个场所，好不好？好，所以呢，这一颗星要特别提醒属牛的朋友，那天喜这一颗星呢，当然是好的星哦，代表呢有喜无灾，一喜挡三灾哦。例如说，你可以多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啊。或者呢是接收别人的满月礼哈，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开心的喜事呢，也会让你的运气把一些不好的障碍去除，好运呢提升之外呢，也会让你的本身的事情就是事业运财运呢，也相对的会有一些好的贵人运的进展哦，这就是天喜星带给我们的。那如果说有一部分的朋友有结婚或被求婚。或者是怀孕或生小孩呢，这颗星呢也比较容易在农历的九月份呢来发生，来帮助你哦。总而言之，都是好事情哈。好，那属牛的朋友呢，在农历的九月份当中可以多穿一些红色系的衣服或粉红色系的衣服饰品哦，例如说衣破，或者是这个粉水晶。哦，红石榴石，哦，只要跟红色的、橘红色的、粉红色有关的，都是你在农历九月份的开运颜色，还有饰品哦。那这个月呢，当然你也可以多去拜土地公喽，土地公呢，就是来帮助你呢，让你的是非、小人还有障碍呢，能够快速的化解哦。只要你愿意的跟土地公好好的来沟通一下，祈求一下。好，记得要带甜点去拜拜哈。那我相信你的运气呢会不同凡响的，好不好？好，来，这个是生肖属牛的朋友。那属牛的朋友呢，要记得哦，不管你是哪一个生肖朋友哈，这个月哈要记得，9月30号呢晚上8点琥珀之夜呢，带给你满满的补运档、补运款，我们讲开运大补帖的一档直播，然后呢。
这一次呢，亚汤哥呢有帮原厂呢一起来设计这个开运款哦，所以今天公开分享呢会抽出各两条哈，一破两条，金破两条，所以呢总共有4条的名额，好不好？好，这是一破，我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呢它是十项之在的补运牌，好，那我们就恭喜哦，先预祝恭喜会得奖的你们，好吗？好，虽然只有4条机会了哈。好，现在看一下呢，生肖属虎的朋友有没有在线上？好，希望等一下直播不要莫名其妙断线了哈。因为我再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说，老师为什么最近都没有看到你的早安贴文呢？哈。我每天都有发早安贴文哦，不是我不发，是脸书没有通知你哦，所以虽然你已经有按了追踪，可能按了什么按赞，但是呢，有时候脸书的系统或者流量呢，它在维修或转换的时候，它都会受，我们都会受到一点影响，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要记得直接就主动搜寻汤镇伟老师好的粉专。这样就不会漏掉了，好吗？其实我也很困扰哈，就像今天中午直播的时候呢，就2场哦，直播直接断掉。Oh my god！好，没关系，我们要接受，把它当做水逆，好，转念。好，来，那我们现在呢，公开分享。那现在要讲生肖属虎的朋友，有没有属虎的朋友在线上呢？好，来，属虎的朋友呢，在农历的九月份呢，应该要注意什么？好，属虎的朋友呢，农历的九月份当中呢。有一颗星叫华盖星哦，华盖这一颗星呢，代表呢你应该要更积极、更努力、更主动的去争取机会哦。那尤其是工作上的机会呢，你更需要去努力一点哦。例如说你想要求职哦，找工作的，或是转职换工作的朋友呢，这个月呢，都比较容易有好的机运哦，或是心想事成、转换成功或转换跑道。这样的一个好运气哦。那属虎的朋友呢？我刚刚讲主动积极争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再继续过着安逸或懒散哦，或是觉得啊一切事情没关系啦哈，无要无紧哈，这样的生活是不行的。你一定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态度哦，因为呢，当你去积极的去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才会去重视生活上的。大小事情或工作上的大小事情，当你重视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会有贵人来帮你哦，然后也会让你呢，在因为你重视这个事情，在处理的过程呢，也会相对的顺利哈。这是属虎的朋友。那另外呢，属虎的朋友这个月也可以多去学习一些第二专长啊，例如说斜杠人生哦，学习一下你的其他的专业。也会帮助你的事业上的一些发展。那另外呢，这个月要比较注意，就是有一些旧疾复发的问题，或是抵抗力下降哦，比较会有这种生病啊、传染病啊哦，刚讲旧疾复发，可能需要去开刀啊、血光啊这一类的问题呢，比较会发生在属虎的朋友身上哦。所以你平常呢，一定要多去留意一下你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哦，希望呢。如果有发现到一些变化呢，当然这个月好好的去面对它，也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好吗？所以属虎的朋友，这个月在健康运的表现呢，一定要注意老毛病的问题在找上门，然后工作方面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去争取机会哦。好，这是属虎的朋友，有听到吗？好，那属虎的朋友呢，这个月呢，我们要如何为自己开运成功哦？就是呢，可以多穿一些蓝色或黑色系的衣服跟饰品哦。那黑色的话呢，像黑曜石哦，或者是翁珀哦。翁珀呢，我手上戴这个黑黑的这个呢，就是翁珀哦。翁珀就是除晦、辟邪、挡煞的一个琥珀的一种哦，它是非常难取得的。那可以戴上翁珀、黑曜石之外呢，多穿一点蓝色属水的颜色的衣服哦，也都没有问题。那属虎的朋友呢，在这个月呢，可以多去祈求绿度母。绿度母呢，是观世音菩萨慈悲眼泪的化现啊，那可以帮助你呢，遇到事业上或生活上的障碍的时候呢，也会比较更容易的比别人
更容易、更快速的跨越这个障碍哈。这就是生肖属虎的朋友可以多祈求绿度母。那如果你不知道哪里找到绿度母的话呢，你就可以拜观世音菩萨哦，也是无二无别的哦。好嘞，这是生肖属虎的朋友，阿汤哥要提醒你的哦。好，一样哦，持续公开分享呢，今天会送出四条哦，这个十字金刚杵的补运牌的琥珀手链，五告碎啦哈，五告碎也碎哈，这是金珀哈，然后呢还有一珀，好，还有一珀款式的，有没有很美？好，喜欢的朋友呢，哎，不要错过喽。好，那另外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生肖属兔的朋友，有属兔的朋友吗？在线上的，好，大家一起留言，财库旺旺哦哈。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生肖属兔的朋友，属兔的朋友呢，在农历的九月份呢，基本上就是你要转运的一个月份了哈。属兔的朋友呢，在农历的九月份呢，它是一个转机点。转运站，然后在转运的九月这个站呢，你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哈。既然是一个好的月份，那你要好好的去重视你的，例如说该处理的一些不管是官非的事情，或是财务上的问题、感情上的问题，在这个月呢，不管坏的，我们就要做好断舍离。那好的呢，也要懂得呢见好就收，因为对于属兔的朋友来讲，这是一个转机点的月份，它可以把之前你所遇到的障碍呢，在农历的九月份呢，摆平，或者是让事情有所曙光，会觉得说，原来事情也没有这么难，原来呢贵人还是一直在我身边的哈，这就是生肖属兔的朋友。好，那属兔的朋友呢，其实既然是一个转折转机的月份呢，那在这个月当中哈，当然属兔的朋友呢有一颗星叫做抱拜这颗星哦，抱拜这颗星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遇到事情可以被解决或事情可以有所进展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稳住、沉着、内敛，你不要呢感觉事情快要成了就到处宣传哈，因为呢在你宣传的过程当中呢，里面有一颗叫吞陷心哦，它就会激起别人对你的嫉妒心。如果一旦你被人家嫉妒了，你就是犯小人哦，所以你原本要转好的那一件事情，或者得到好处的这一件事情呢，很容易哦遇到了这个小人问题。把你给抹平了、弄掉了、消失了哈。好，所以这是属兔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咯。那基本上呢，这个月呢，属兔朋友不管在事业、财运呢，各方面呢，都可以呢，例如说拿回主控权，或者是你的误会、你的委屈，会被平反，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的点了哈。所以我们特别恭喜生肖属兔的朋友。那另外呢，属兔的朋友呢，在这个月当中，我们可以怎么开运呢？可以也是一样，多穿一点黑色或蓝色的衣服或饰品。那例如说，可以带一点翁珀啊、黑曜石啊，蓝色，例如说像海蓝宝，只要跟这个色系颜色有关的衣服或饰品呢，都是很加分的哦。那属兔的朋友，在这个月当中呢，可以呢多去祈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呢，也就是这个闻声救苦啦，如果你遇到了一些烦恼障碍的话呢，那祈求观世音菩萨呢就对啦，好不好？随加持，好吧，很方便的。好，这是生肖属兔的朋友。那我今天晚上呢会把这个讲解的脚步呢稍微加快，那比较重点的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也怕网络呢突然又给我咔嚓又断了，那真的是很痛苦，好不好？好，来，那另外呢，属兔的朋友，就是记得边听边分享，好不好？今天公开分享的朋友呢，会在九月，会抽出这个十字金刚杵的补运款的手环，像这个是金珀，然后是红绳的这个狐尾，然后呢有这个衣珀，也是一样，它背面呢是一个坛城。然后正面的话呢，就是十字金刚杵的补运牌，然后呢它是可以转的，有没有转运哦？转运哦，然后呢也是红绳，然后今天会送出四条，各两条 ，OK。好，
好，所以呢，再跟大家讲哦，今天讲的农历九月份呢，是指的就是10月7号到10月9号到11月7号。好，因为呢，在命理学来讲哈，这个财库月戌月呢，就是农历九月份，它是从寒露这个节气开始转换的。那寒露这个节气呢，就是国历的10月9号一直到11月7号为头跟尾的起始点，好不好？好。OK，那接下来呢，要讲生肖属蛇的朋友，有没有属蛇的朋友在线上的？啊，来哦，属蛇的朋友呢，在农历的九月份呢，要注意什么呢？农历九月份呢，对于属蛇的朋友来讲有一部分的蛇会稍微花费了一些金钱。为什么会花费一些金钱呢？因为呢，开始可能。吃喝玩乐的事情变多了，或交际应酬的事情变频繁了，然后呢，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物欲或是这个欲望增加了，所以自然你的花费呢会增多哈。那当然有些人就说，老师，可是我并没有花在自己身上我是花在别人身上都一样了哈。反正呢，这个月要控制一下这个节流，跟花费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月有一颗星叫做红鸾跟月德星哦。逢到红鸾跟月德星呢，代表就是说这个月女性长辈的贵人，或是你要多听女性长辈呢给你的一些生活或事业上的一些建议哦。那你会发现呢，从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会开启或发起一些激发一些好的 idea 跟想法。好，所以呢，这个属蛇的朋友另外一颗星叫做。红鸾星哦，那红鸾星呢，当然就代表感情啦、爱情啦、人缘啦、桃花都属于红鸾星在掌管的。那红鸾星呢，在动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自己本身想要脱单、想要认识新的对象的朋友呢，就不要错过呢农历九月份呢，带给你这样的一个好的磁场，有机会呢去认识一些很不错的对象哦。那红鸾这颗星呢，当然就是。我刚刚讲了，如果你要求对象的，当然就比较容易心想事成，找到心目中的理想伴侣。那如果你是有结婚的朋友呢，我也希望你把这个桃花呢转到职场上的贵人。如果你是尤其做业务单位的人呢，在这个月当中，比较可以人脉通钱脉，遇到好的机会呢，来帮你，例如说牵线啊、介绍啊等等的这就是生肖属蛇的朋友在这个月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确幸好，那另外呢，有一颗星就是告诉你属蛇的朋友呢，去不管你去人多，尤其去人多的地方，就要记得把自己的口罩戴好，保护好虽然呢，已经逐渐在开放的过程当中。可是呢，还是要记得这个每个人抵抗力不一样，所以属蛇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而有一些传染性的疾病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属蛇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好不好？一定要记得呢，做好防疫啊，保护自己啊，甚至于呢，你要多补充自己的抵抗力这样才不会。让你的健康呢受到损害。好，那属蛇的朋友在农历的九月份呢，可以多穿一些一样绿色系的衣服或者饰品，例如说绿珀或者是像这个绿幽灵跟绿色有关的都 OK。那另外呢，要可以多祈求呢关公那关圣帝君呢也是代表一个正义正气之神，所以呢你可以多祈求关公呢来帮助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一路过关斩将，破除一些危机，好吗？好，属蛇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好，那另外呢，公开分享了今天抽出4条补运款的十字金刚杵补运款的琥珀哦，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另外呢，有没有生肖属马的朋友在线上的生肖属马？的朋友，好，我没有讲脏话每次讲到生肖属马的朋友，就会觉得这个到底要怎么接有时候自己就会想歪掉，就还蛮好笑的。好，来，生肖属马
儿，好，马儿好了，好，我们讲马儿的朋友呢，哦，农历的9月份呢，哈，要注意什么？就是要注意呢，哈，有一颗星叫做五鬼星哦，五鬼这颗星呢，就是跟小人有关系，所以呢，农历的9月份哈，要记得广结善缘，真的太重要的哈，所以你做事情呢，不要没有耐心，有时候属马的朋友可能为了想把事情快一点做好。然后可能说话会比较急一点，直接一点，哦，或许你的心态没有想要去损害别人，没有想要故意去骂别人，但是会因为你的急躁的个性呢，会无形当中得罪人。那得罪人呢，最怕什么？在不对的月份当中，因缘具足了，这个小人呢，可能会来反咬你一口，来踢你一脚，弄你一下，你就觉得很累，好不好？然后呢，也要注意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承诺的约定、签约哦、合作这种的话呢，一定要记清楚哈、哦，否则呢，特别容易会因为合约或者是你答应了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你没有做到哦，会因此呢白白的受到一些损失或者是破财的问题哈、哦。这个是生肖属马儿的朋友哈。哦那马儿的朋友呢，在这个月份当中呢，因为有一颗星叫华盖星啊，华盖星这颗星呢，也是一种学习、展现才华的一颗星，所以呢，在这个月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工作的责任，哦，可能被看重能力啊，然后希望你去帮忙做什么啊，OK，哦，只要你处理得来，然后行有余力，那你都可以去接受，因为呢，当你接受了，你就会在无形当中开启了。很多其他的可能赚钱的机会，好不好？这是生肖属马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好，然后也要好好的用心去经营，然后，因为属马的朋友呢，在农历的9月份呢，也蛮适合去造财库的哈。如果属马儿的朋友要造财库的话呢，农历的9月份呢是非常适合你去做的哈。就像刚刚讲的哦，要补财库的，要点灯的，要让你的事业更旺的，财运更。OK 的，好，那属马儿的朋友呢，千万别忘了哦。好，那一样呢，今天公开分享呢，哈，会抽出4条十字金刚杵的补运手链，红绳的手链哦，加油加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生肖属猪的朋友有在线上吗？哦，哎，我今天哦，重点的讲，因为我是怕万一网路呢又给我断掉，哦，我就白讲了哈，真的是。很两难哦，讲太快，又有人说听不清楚；讲太仔细，讲太慢呢，又嫌我很啰嗦哈、哦。嗯，没关系，好、哦，其实我的风格呢，一向都是啰嗦的哦，所以呢，没关系，有缘分的人，有耐心的听我说哈、哦，其实你也是一种修行哈、哦，修什么？修耐心。好了哈，其实呢，每个月呢都会帮大家做生肖的运程直播哦。那直播完的隔几天呢，我们也会有这个小编哦，会帮大家很贴心的呢整理这个精华版哦。所以不管你是看精华版或看直播呢，都很好哈、哦。只是直播呢，我们可以一起在线上呢来做这个集气哈、哦，大家呢可以抢先，好不好？第一手听到这个运势的这个解析，好吗？好，来，接下来呢，生肖属猪的朋友哈，有没有属猪的朋友在线上的？来，属猪的朋友呢，爱注意什么呢？哈，属猪的朋友就是要注意呢，农历的9月份哈，有一颗星叫病符星呐哈，病符这一颗星呢，就是要多注意呢，可能会有生病的问题，好，然后呢，你记得不要让自己过劳，好，抵抗力的问题要养好，因为呢，病符这颗星呢，会让你觉得哇，整个精神呐、啊。甚至情绪啊，都特别的紧绷，然后呢，肩颈特别的重。那属猪的朋友这个月哈、哦，要注意什么？泌尿系统的问题、肾脏的问题，所以你不要吃得太咸哦，然后要记得不要憋尿，好、哦，一定要记得准时的去排毒，好吧？好，然后呢，要记得多喝水了哈、哦。反正总而言之，你都是要在这个月份当中呢。多去让自己的身体不要有太大的负担，好，那把你的这个体内的废气呢，借由做运动，好，借由可能念经啊，身心灵的调养啊，
来去让自己达到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哦，这是最好的。那这个月属猪的朋友呢，哦，有一颗像木月星哦，木月星呢，哎，就是，我刚刚属马的朋友没有讲补运，是不是？OK，Sorry，属马的朋友，对不起，属马的朋友呢，我刚刚没有讲到补运的部分，是不是？好，属马的朋友，哎，我有讲到啦。我刚刚应该讲过了才对，我看一下。好，属马的朋友，这个月呢哈，可以一样多穿红色的衣服，好吗？哦，红色的衣服，粉红色的衣服，或者带这个衣帛，好，哦，衣帛。好，然后呢，可以多去祈求呢，一样是土地公来加持你，好不好？加持一下，让你呢逢凶化吉。好，那有没有属猪的朋友刚刚讲了？属猪的朋友刚讲一半，哇，我看我们小编应该会累死啊！为什么？因为跳着讲。好，来，属猪的朋友呢，就是呢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刚健康的问题嘛，哈。然后刚刚讲一个木月星，木月这颗星呢，就是告诉你呢，你要对于平常任何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要懂得广结善缘，好，纵使你觉得你心里曾经跟谁有过节，或者是有一些误会的地方呢。我都觉得在这个月呢，很适合去做一个和解哦。那当然呢，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一个人，那你也不要去跟他结恶，好，尽可能的就是远离就好了，好不好？有时候呢，结下一个恶缘呢，会让你在不对的月份种下这个种子，那日后呢，所散发出来的那这个回报给你的恶就会更大。好，那你就更纠结哈，所以这个月呢，一定要多懂得广结善缘。然后一样哦，属猪的朋友呢，这个月哦，如果有一些小确幸的喜事呢，也不错啦哈。例如说中奖，哦，那或者是被求婚成功，或结婚成功，生小孩成功，或者是怀孕成功，好，属猪的朋友呢，在这个月呢，一样有这个天喜星的加持呢，也有这样的小确幸哦。那如果你可以接收身边朋友的一些好的，例如说小确幸的事情，然后沾染一下，哎，也是不错的哈、哦。因为呢，一喜挡三灾哈、哦，有喜无灾，这样了解吗？好，那属猪的朋友呢哈，在这个月当中哈，阿汤哥很建议呢，可以多穿一点金色系的衣服或饰品。那金色的话，像这个金珀也很好哈、哦，或者是黄金、银饰品哦，五行属金有关的。东西 OK 啦，哈，OK 的。那另外哈，这个属猪的朋友呢，这个月也可以多祈求观世音菩萨，哦，或多祈求这个药师佛，哦，都来帮助你呢，哎，可以达到这个就是健康，哦的，就是平衡，或是遇到贵人良医来解决呢，你可能长期如果有一些无名病痛的状态，这样可以理解哦。好，那今天呢？就是剩下的六个生肖哈，当然就跟大家呢哈，快速的、简洁有力的报告到这边哦，希望你会接收到哈，因为真的我已经被那个直播呢哈，突然断掉了，给吓到了哈。好，没有关系哈，我们一起来祈祷哈，FB 哈，可以赶快哈，把系统稳定住好不好哈？因为这样很多朋友呢都以为我把它封锁了哈。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把你封锁哈，每天还是有跟大家呢很努力的哦，道早安，好不好？哦，只是呢你没有收到通知，也不是我封锁你，是 FB 没有通知你哦，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有发现类似这样的问题跟频率没有收到的话呢，你可以自己来搜寻哈，汤正伟老师，好不好？或者的粉专要蓝勾勾的，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到阿汤哥的这个汤正伟老师的 YouTube 哦，来这个按订阅哦，分享，开启小铃铛的通知啦，好吧？好，那就感谢大家了哈，这样的一个积极的配合。好，那一样哦，今天公开分享哈，我们会在看一下小编应该，我们请小编礼拜五好抽出来好不好？好，这个真的很美，哦，这是这个月的新品真的很美啦哈，没有骗你，
这个我觉得应该会很快抢完，因为这个是甜甜的补运价，很甜哈，多甜呢？你9月30号晚上的8点哈看直播你就知道了哈，因为今天9月30号的琥珀之夜的直播呢，基本上哈小刘姐真的是煞费苦心哈，因为她也很希望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抢气在先，抢得先机哦。然后这一次呢，应该说她每一次的琥珀的这个收集呢，真的没有骗大家，越来越少。好，那你在看直播，你就自己发现哦。那其实在这2个月呢，都陆陆续续有一些新品出现呢。这些新品呢，都是早在去年甚至半年前就已经在着手了。那陆陆续续到现在才来一些些，所以呢，有喜欢的朋友真的千万不要给他错过了，好不好？好。那今天很开心哈，那当然呢，我今天看起来有没有看起来明亮，对不对哈？因为呢，我给自己点了一盏光明灯，好不好？琥珀的心经琥珀灯哈，给自己点一盏，好，然后直播的时候呢，用这个来打这个18赖的电话啦哈，哈哈哈，有没有？你看心经有没有很美哈？它可以充饱电呢，可以用就展开连续大概6到7个钟头。你可以放到房间玄关，哈、哦，它就是有这个除障的一个作用，很美。然后它有3段式的灯，刚刚那个是白灯嘛，哈、哦，然后这个有没有黄光？然后呢，再灯呢，又有一个比较亮的黄光，再一次白灯，有没有很美？哈、哦，来，所以呢，大家喜欢的朋友呢，也别忘了哈、哦，这个是限量的哈、哦，因为这是阿汤哥哦，跟也是跟这个AFM Bra 的这个原厂呢一起来共同设计的哈，所以每一次在琥珀之夜的直播呢都是小小的量，像这种都真的没办法做大量哈，因为做大量呢，第一个它的这个成本，还有以及呢，就是它要储存的地方也都没有空间，所以我们就只有小小的量做哈，这样大家就可以很珍藏，好不好？来，心经，好，来哦。看到的朋友光明无限，好不好？看到的朋友障碍去除，看到的朋友哦财运亨通，好不好？很美吧？好，那今天的直播呢就先到这边，很快速的，好不好？因为呢怕又被那个断线了哈。好，那今天呢感恩大家，祝福大家，也别忘了哦，八堂哥呢边听边分享哦。我们就9月30号礼拜五晚上8点的琥珀之夜直播见了。拜拜。